马思纯晒男友视角，自称足球宝贝超少女，瘦身成功，每回颜值巅峰。马思纯久违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两张男友视角美照，她还开心发文，假装一个足球宝贝。晒出的照片里，马思纯披着一头俏丽短发，化着淡妆，身穿黑色中长款毛衣，性感中又带着点可爱。马思纯坐在楼梯处凹造型，自从瘦身成功后，她已经完全美回了从前的巅峰颜值。她还略微低头，露出娇羞的甜笑，氛围感拉满，满满的少女感。翻看马思纯近来的美照，减肥成功后，她的变化有目共睹。无论是外貌还是身材，甚至气质，都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改变。瘦身后，马思纯的自信也全部都回来了，每一次面对镜头都显得格外俏丽迷人。希望她未来也继续保持这样的好状态，每一天都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，一直幸福美好下去。